请大家一起加入小组。最后我哋天父上帝，我哋感谢你，让我今日下昼可以举行呢、这个典礼，求主你今日喺呢个下昼嚟与我同在，喺你嘅祝福底下，让我哋更加能够得到喜乐。其实呢，我是希望大家是驾驭返啲电子产品。呢道门你打开咗之后，你嘅學習如果能够提升到，你嘅兴趣係大咗，你係有得着，你自然有一啲能力喺學習能力嘅提升呢，你另一道门嘅學習都会更加宽敞。就盛大之余呢，唔係淨係得你哋嘅支持。原来呢，我哋都有好多嘅机构支持。所以你哋系咁细个嘅时候就要打好你哋嘅根基。讲翻咁多嘅嘢之后，原来我哋都系万变不离其中，都系要话俾人知，你哋要读好你哋嘅书。而家有一个送赠心意的环节，我哋而家先请Dr. Kong 为我哋抽出五位幸运儿，五位幸运儿先啊！阅读是一生一世的经营，做父母的咧留嘅唔系一层楼俾佢哋，而系留一个阅读的习惯俾佢哋。呢一个习惯可以令佢终身受用嘅。昨天嘅梦 ，Yesterday's Dream， 就系今日我哋嘅希望。Today's hope， 明天的实现啊 ，Tomorrow's reality。多啲睇书，我哋就识多啲嘢，我哋多啲嘅知识咧，对于我哋将来嘅发展咧，有一个好好嘅基础嘅。分享两种题目，我最喜欢的一堂语文课。我们头在瞬间都抬了起来，我们都还沉浸在深情并茂的背诵中。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堂语文课，我的老师和同学，这一届组成了我的祖国啊。學習自成的遊戲，你去每一次去挑戰你自己學到的不同的東西，每一次再提升你自己 學習的能力，那你將來會學得更加好，下一年繼續攞獎，那才是最成功的。在這裡再預祝你們下一年可以攞得更加好的成績。多謝各位，記得保持住這個愛閱讀的習慣，不要只是愛看這個電視和電腦，你就會知道呢，其實閱讀俾你嘅樂趣嗰、那個知識同埋呢俾你嘅空間係幾咁大㗎啦。原来我们是有梦想的时候，我们有目标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去做，努力不懈的，总找到方法去达成我们的心目中的目标的。那我希望第时小朋友你们都会找到你们的目标，你们的理想，找方法去实现它的。
望送翻一个表演环节俾同学、俾家长，亦都俾翻老师，我哋嘅嘉宾。咁我哋希望咧就系都一个心意嚟嘅，我哋都想代表翻同学系送俾大家嘅。咁我喺呢度想代表大家送上一首歌，系俾我哋嘅家长，系去代表翻同学嘅心意。你哋心目中嘅骄傲啦。今日是我哋聪颖学堂嘅毕业典礼大日子，梗系要送翻只大日子俾大家啦。Everybody, move your body. 但会爱会跳跃，的心彼此相似。谁对谁有意思？谁共谁大日子？我一起跳咯。Everybody, move your body. 这世界透视上找到一点相似，时间亦够意思，全部如大日子，位位都可变。我哋第三届聪颖电子学习世纪之星颁奖典礼嚟到呢度接近尾声啦！再次多谢大家，我哋出年再见，拜拜。